贵妃，你怎么了？白居易没事儿，你加油。你加油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我觉得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比较好。嗯。你演的比我好多了，天！别哭了，你肯定可以的。我不给你拖后腿就行了。不是，我不给你拖后腿就行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演的不好啊！你不要那么想。你加油！我现在都手都是抖的，我现在。你可以的，姐，你真的行。你可以的，哥。别，你别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麻了麻了，嗯，你想想郭导的那个慈祥的脸，嗯，他的慈祥，嗯，你可以的，把情绪调整好，小刘，你也调整好，真的，你可以的，我。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演了，我现在。不要管他们，不要管他们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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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管他们，不管他们，我们走，我们现在要去演了，没办法了。我可能现在，我现在回想，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特别恍惚，就像断片了一样，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是不是当时已经不是一个自我的状态了，我已经把自己放掉了。